不是到了都是扔了，瞎扔。等一下，我们家唯一的控，村里唯一的控制。那我就不需要控制了，我需要控制没死出了。我不能学艺，我学艺他妈一级前面对线我废了，结果等村里唯一的控制了。你还对线似的。哎，中了，再见，你死了。哎，我投，哇靠的！哎，还有，但是劲儿打劲儿打。还有一个。机会，闪现 Q。好，给你做个眼。给时间。给了。我操，牛逼哥！牛逼！村里唯一的控制来，还有个机会来。打了他妈都不认识他。后边这分子。后边这个分子。走，现在是我的主场，我操，要不要这个样子，太恐怖了吧，要不要逼脸，哇my god， 要不要逼脸了，我操，为什么会这样无情，我靠，太无情了，走啊，直接下去行了，我一个烟头掉在里边，我怕着火，我恐怖啊，哎呀疼，哎呀呀呀，疼，中南小炮这么骚的吗，不是他爸爸，他是过来骚一手吗，中南爱克克框你丫的，哎呀没框，哎呦我操嘞，这个他妈多少多少没框，少没框，一个都没框呢，恐怖了，我咋把俩药全给吃了呢，哎呀不该往后走，蠢了，被他秀了，他把我操作了，他哎我往这走，哎，往后走，没用哈、啊，教这个，那就 A 他一下，炸他。哇，小哥哥你要死了，兄弟！操！漂亮。Double kill， Double kill， 再见，你死了。咦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我小法师他妈为什么这么强啊？这恐怖！我这边还这么卡，对吧？顶这么高延迟还这么强，有点恐怖啊，有点恐怖。哇！哎，一把 Q 收掉，很棒，很完美哈。哦，舒服啊。Cool。上单被抓了哟，上单被抓了，好可怕哦，还有疾跑死不了，哎盲能取了，可以能活，死了，流血，我操，我现在七层杀人术啊，杀人技啊，哎死了一个 Q， 哎呦舒服，我问的多在的，不敢多喽，好、哦、炸了，哇，有点操作，小伙子，秀跳给给那么暴躁，有点操作啊，兄弟，哇、哦，要赶我了，哇，小残血哥，你还在打我吗？确定吗？你妹的，妈，这孙子在这阴我，操！哎、哦，我这走位真好，真的可以，很棒。在里边阴我，幸亏我一个超级华丽走位，直接拯救自己。哇靠嘞，这次打到我了吗，兄弟，你好恐怖、哦！干！哦，对不起，你又死了，小哥哥。哇，真的是华丽的操作，随便杀，我都感觉想出杀人书了。
是膨胀了还是胖了？Oh no！ 该推他肚疼了。哎，打不到，嘿嘿嘿！我操，这把真的是各种极限走位，兄弟们。左下角看一下我的天赋啊，很完美，变变了。回家吧，没血了。他俩敢出来聊骚，弄死他孙子哈！两招，我操，这么痛啊！哦呦，来了个剑圣，我操，真恐怖。嘣！我、哦、差点杀了，我靠！差点杀了。160法强，我现在法强太高了。我现在就有救了，我也有救。这个艾克有点东西的。这么秀！哇操！有个治疗，我又杀一个跑了就。哎呦，好可惜哦，好可惜，好可惜啊！刚才要点的是杀人回血就好了，他妈我点了一个气定神闲。感觉应该换成杀人回血了，会舒服一点。棒棒棒棒棒棒！这么秀吗，小龟龟？是的。这小矮子伤害还是很恐怖，对吧？杀人戒指不负我呀，可以的。那现在加的还是有四十点。将近40滴，中单不见了，我放个真眼是吧？没用，来就死。我这个气定神闲大招刷的贼快。哎呀，这个刀补的黑了。哇操，真厉害！我中单别动，是别动，我操！我看小心。哦、oh, ，God！ 我操，他要死了，兄弟。是的，我闪现一个二他就死了，就是这么过分，不是吗？我操，他妈是秀我，你看到吗？哇，他秀我，他在秀我呀，哥。我闪现一个 QR 直接秒的小炮，就是艾克去了。嗯，没事啊，没血了，我操，要死我哥。哎，我扔货了，他妈把技能给交了呢。有没有救？有没有救啊？可惜。哎，我把治疗前交错了，刚才妈交个闪现过去直接就杀了，交错技能了。我跟开哥刚才要同步一点，我这个治疗或者不交的话就好了，白浪费了一个。小伙子要打我真眼了，好棒棒哦！227点法强啊，你们可以挂机了，老弟来了，老弟来了，老弟挂机吧你们。帮我 A 一下，我 Q 穿一波的两个。啤酒还会交易，厉害了弟弟。哇，这 W 伤害真恐怖，现在法强以现在的法强来说真的棒。小炮这是被打绝望了吗？打是幻觉了。哎嘿嘿嘿嘿，又是一波，哎嘿嘿嘿嘿嘿！
哦，哥哥呀，然后又一波，哎嘿嘿嘿，他又凉了。这时候来个艾克就得死啊，咱这个伤害走了。哎，海盗盾，哎呦，我怕他烧烤我，果然他要烧烤我。哎呀，差点差点哎呀呀呀呀，差点差点差点，把 W 多扔几个，这 W 技能会叠层数的，叠了之后 CD 时间快。触手 TV 搜索江湖人生一条柴，每晚7点到11点直播，大家喜欢我的直播可以点击下关注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我其实可以直接上杀人书了哈，感觉这把这么顺对吧，出了吧，膨胀一点好吗？完了完了，死了死了，男人必须要有杀人书的膨胀。哇，这打的都起魔抗刀了，小炮第一件真可怜。咻，嘣，死光了。哎，让我走过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没事，不大惯着他啊，现在他过来其实我不大惯着他的，我技能可以打他就好了啊。哎呦，没有专门去叠法墙这一把，好，大招他们直接干这个了吗？你好过分啊哥，往后走，又是一个半血，真舒服。我从这杀了他，我操，确实玩这个逼。大龙你来了，早就等到久了。分位，别跑。哎，又死了，真可怜。哎呀。哇哦，哎呦，套到了，这么凶呢哥。哇哦，帅帅帅。我操，你干啥呢小炮？哎，开心阿炮吗？没事没事。这肯定就一个 Q 搞死了，这套到之后他不直接死了吗？可以直接 Q 的后排兵了。哎，我小法师一直很强的，没吹过牛逼啊。只不过我这样打有点冒险哈，这个天赋。嗯？这为什么没套到他呢？哇，这个又凭什么？是我卡了吗？我艾克来杀我了，哥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
麻个腿的，幸亏有个疾跑啊，有个治疗，要不然跑不掉的。轰他丫的！我想回家了，其实2600块钱没花。解放来了。嗯。我靠嘞，没靠到！妈了个巴子，你再敢上，我人弄死你啊！过来。你死了！啊啊 ！Q 把我打死了，我操嘞！没有这个 Q 就伤了，我这个二技能直接给他，然后再 Q 死那个，直接双杀！哎呀，好舒服啊，好舒服，好舒服！直接帽子了，我他妈都直接可以上帽子了，我都不需要别的了。这把太顺了呀！艾克自以为还可以再骚一波，其实刚才一个 Q 也能打死他，我的法枪。不科学啊，这人死了之后 Q 技能还能再回来打一波伤害，不大科学这个东西。哟，上路被杀成0-6了都，真可怜啊。还抽一件混王之王猛禽斗篷，我在收波前去出个帽子之后我就走人。我会吞掉你的灵魂。没有疼了，17分钟了，14分钟之前有。两个不要脸的对他愿意凑着的，不要给我不行吗？中了中了中了！都在的都在的，中路不要了。哇，1100块啊，舒服啊！我现在好肥啊，回家直接帽子了。直接上600多法枪了，700有没有？你们说会不会到700啊？提升40%，我操嘞！嘣！哇，722法枪，他妈的，这怎么打？17分钟722法枪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弟弟，我操！艾克一个 Q 啊，这一把谁对方谁一 Q 啊都死 ，Q 啊都死，谁来 Q 啊就秒，那个大招极限伤害都是1600。哇！哎呀，你这乱踢，我操！好像交个 W 他也死了哈，我怕有一点意外。哎呀，刮我2下，我操，我有点不开心了啊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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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猪的吧？叫狗吧。哎，豆豆什么？你叫狗还豆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法强太高了，我操嘞！853法强，妈的，对方怎么打现在？你看我，蛋蛋现在是仰望的法强，我操！仰望都仰望不住的法强数，我操！我也是发病了。滚！差700，他妈真狠！都是小矮子，这把是不是叫矮子何苦为难矮子？这把游戏叫做矮子何苦为难矮子。呀，哎呦，小哥哥，你他妈真骚你！秀秀秀秀秀，他想射死我，根据我多年的经验，他想射我。857法枪，我操！啊！哎哎哎！哈哈哈哈哈！他妈的想射我，我靠，这个人真恐怖哎，真可怕，这个人。这我跟你说，这就叫主角。你看那什么他妈海贼王什么乱七八糟，还有那个火影忍者都这样。打架的时候本来啊啊啊，嫂子一吼啊喊一声，之后这他妈这就活下来了。然后威力爆炸，同样的招式，然后
主角必胜，对吧？很恐怖，直接上法神棒，莫雷洛法典不大需要了，感觉对方也扛不住。法神棒是吧？很棒。然后像什么松雅之类的，我这其实现在出个海克斯，这个腰带都很强，这伤害绝对高，因为我法强太高，以前法强了。我的妈呀！你看法强是他妈瞬间一千了。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妈，瞬间一千马强了。当这条小龙死掉的时候，这一刻我就感觉到自己，我真的是男人崛起了，一千马强的男人。还有谁？我现在出一个那个什么来着？智慧默认跟人家对着撸都 OK 了。大轮，来打大轮吧，兄弟们。打完大龙，你他妈一千一了。嗯。诶，只能发给队友。诶，打完大龙不止一千一啊，起码一千二吧，五十点之后再加40%，不止，应该不大值。哎呦，没扔死，这样扔不死的。我操，要死了哥。啊，耗子大爷，完了，948了，他妈的。哎呦我好痛啊，我真的是好痛啊，怎么被人包了呢？突然好多大招闪，哇，这个二闪帅，好帅。剑圣把你们全砍死，然后我就嗨了。我没救法，妈的，瞬间不到，哎，971法强了，真可怜。你的花是真的。舒服。哦，舒服吗？这个时候应该喊一句触手 TV 搜索江湖人称一条柴，每晚7点11到11点到直播啊。嗯，很棒棒。哎，可以杀了，崩他，打他一个小崩。我刚才主要是闪现 Q 没过去杀掉小炮，没必要，他 A 不动你，你看他破装备。哟，真可怜。去拿个蓝爸爸，加你也是啪啪，一铁树干是闹爸爸。哦，好疼。丢，999，暴击999，我是又是一个回归一千法强的男人。哦，疼，不让我回家了吗，哥？哎，我在等你啊，来吧，宝贝儿，来。他妈的，他妈的有这个东西，他不跟我说的吗，哥？完了，900法强，我操他大爷，杀没了。哦呦，我操他大爷的，他骗我，他妈他刚才让我一个 Q 打他脸上之后，我再接个二他也死了，好尴尬，这个人是个骗子，我靠。天道好轮回呀、啊，装逼失败直接凉了好吗？天道好轮回呀、啊！我刚拿蓝 buff， 有点不开心啊，不到一千法强，我操！山叔加的法强真的狠啊，每层五点，我操，十层就是50点，真狠。谁还不是个 buff？ 呀，现在跑好慢啊，没有这个十层，就感觉没有十层以上的杀人书藤数，感觉人生是有遗憾的。哎呦，还留他一条狗命呢吗？这么凶的。哎，他过来干什么？这老哥他在干什么？搞基搞毛的。想杀我呀？不在这儿，竟然。哎呦呦！我相信你。哎，没扔到二，为什么？我好像跳在这里吧。哦，在这儿。哇，他从这边跑了，他从那边跑了的。这里有个炮子。哇，好舒服的伤害。哎，这个小伙子过来杀我了，老哥。杀，快杀他！
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还没来得及交那个 R 呢，一个 W 给他炸出翔了，直接炸死了，我操 W 炸一千多级了，妈真恐怖。哎，我要出个沙漏，出个沙漏，我要死兄弟们，你要死，你要死，不可能的好吗？意思意思。哎呦，同样的剧情，很棒很棒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很棒很棒。啊，嗯，很棒的剧情。再刷一个。哇，他好骚啊，这操作，哇，好厉害好厉害的飞兵堆，厉害厉害，好棒好棒好棒。忘了他有个训练了，我去！嗯，这是可以，哪处给关上了？来二分后了吧？从二分后了吧？冷，把打落拿了吧？嗯，咱拖回去，有点不打好，感觉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一半了。反击反转，拿了胯子，反转倒是不大可能反转的。接胜接胜接胜！啊，西巴！这么玩玩死了呀，兄弟们！好的好的，一波结束一波结束，一波结束。把河蟹打了。哎，我又不能打字了，我靠，好烦！嘟嘟大哥把河蟹打了，我靠，我法强怎么降到八百了 ？Q 我 Q 我，真恶心！呀！啊！有点恐怖啊，有点骚。漂亮，帅！哇，这一口回血好高啊！结束了呀，一波了。大龙吗？大龙吧。大龙，大龙，打啥都行，反正直接去拆也差不多。大龙吧。嗯。十二秒，艾克十二秒拆不了。哇，一千多一下，大龙今儿点血不够我锤的呀，我 W 技能 CD 这么快。我操，这扔翔是真的狠啊。哎呦，这个小伙子都不扔大了吗？一千又一千法强了，他看不起我，出全输出装甲瞎子了。血条没了，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，哦好恐怖。触手 TV 飞火江湖人冲一头甜，每晚七点到十一点直播，喜欢我直播的朋友点击一下关注。差点装逼装死哈，这把我头本来是 MVP 稳的，这把又装的不是 MVP 了哈，装的不是 MVP 了。好大爷的真恶心。后边又打了一波垃圾时间，我操，浪费时间。